你为什么没来？你听乔安娜说吧，我好不容易才劝她把孩子生下来。我是问你为什么没来。你真的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？狗屁！你以为我是一时兴起吗？你知道前一天晚上我有多紧张吗？但是我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你很不安，我想要让你安心，我想让你看见我的认真，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全世界了。你嘞？不是我不敢面对，我们两个人之间，你才是那个胆小鬼。